恭喜我们全国的亚军，请介绍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诗怡。林诗怡来自哪里呢？来自槟城。槟城喂，今天谁跟你一起来？我妈妈。你妈妈还有呢？还有一些朋友。一些朋友了，所以你妈妈就是你的 biggest supporter， 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是全球人都看到的，你有什么要跟你妈妈讲？今天我很开心可以得到这个奖，然后希望可以再接再厉，然后明年还可以再来比赛。所以如果 MO 再举行这样的比赛，你就会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会来，一定会来。谢谢你，恭喜戴医师，恭喜大家。